来来来，研究中午吃点啥？别天天炫大肉了，整点清淡的呗。好，我爱吃清淡，我给你整吧。也别太清淡了，肯定不能。你有点荤腥，饿。你这清淡的理解就是把大肉给卸开，给你们整一个蒸饺。搁辣白菜馅儿的蒸饺。今天蒸饺跟平时不一样，用土豆淀粉的成蒸，水晶蒸饺。好了，多光滑。上绝活了，整这个。这饺子也挺大。算那馅儿多呀，捏上去。搞定一个菜儿，那底下这些干啥的呀？还剩的老些呢？剩给你们做其他的菜，松花签子肉。终于看着个素点的了，有肉有蛋，又好吃又营养。咋样？我这一个肉整四个菜，非常麻烦。荤素搭配真挺好。再给你们整点蒸菜，这夏天吃不刚刚好？这五个菜不轻轻松松就好了？松花签子肉、白菜肉卷、河南蒸菜和水晶蒸饺。哎呦我天哪，太是那个了！上盖，哎呀妈，都用我高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好，正好帮我看一下我这台苹果十二能回收多少钱。你好，你念完机了，在这儿加价611元，然后本机最终回收价是3279元。哟，钱直接到账了，还给了610元加价，也不磨叽，确实方便，怪不得这么多人用转转回收。对啊，你有闲置的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也快体验一下吧。我这蒸饺马上好了，你不吃一口啊？好，不吃太可惜了，那咱吃吧。那好了，水晶蒸饺。哎呦，好整，又一桌子吗？真的，一锅出去了。哎，凤姐这面整的琉璃状，看看还很筋道呢。再给你看看这馅儿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汁水，太香了。快吃吧，你了我。要吃，又抢没了，怕你们不够吃，整两个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一个人吃。哎，不是，我还得切呢。你吃这个。太撑人了。好甜。有点亮。这条刺肉里面没机会看了。来，这个签子切好了。哎呦，非常棒！哎，横截面漂亮啊。哇，这松花蛋煲汤了，老烫，嗯，无语啊！我再尝尝这个汤，哎，再来口，哎呦喂，不辣不欢呢，这油脂蛋白，就顿顿那么吃，肯定得瘦，就你们的饭量也不呛。